北京冬奥会呢是全球冰雪运动的盛会，是两岸同胞共襄盛举、共享荣光的平台，也是两岸同胞携手一起向未来的重要的契机。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参与北京冬奥会，共享冬奥盛会的激情、荣光和快乐。那么在运动员参赛方面，据了解，台湾地区的运动员有望能够参与速滑、雪橇和高山滑雪等项目的角逐，我们祝愿他们勇于拼搏、勇创佳绩。那么在媒体采访方面，根据冬奥会的防疫要求，目前在北京驻点的五家台湾媒体、八名记者已经报名参加冬奥会非注册记者的采访工作。我们将配合冬奥组委呢，为台湾记者采访报道冬奥会提供协助和便利。在志愿服务方面，那么在大陆的台胞是积极的报名参与，目前呢有30多名在北京高校就读的台湾学生已经成功入选赛会的志愿者，将在奥林匹克公共区、主媒体中心、国家体育场等场馆参与赛事服务、媒体运行、体育交通等志愿服务工作。